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ra。Hello， 我是爸爸。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啊，那就是我们的新车。正式满一周年。对，算是我的第二老婆，也是老婆的第二老公。那其实说真的，我们今天开的这台 CRV 啊，是真的不错了。像我们带小孩来说啊，我觉得真的还蛮方便，而且很舒适。对，真的非常适合我们这种有家庭的人开。对。然后呢，我跟老婆呢，决定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我们的车子呢来洗车。第一次毕竟他已经满一岁了，我希望呢，我们要对他有爱，所以呢，要亲自帮他洗车。结果我们好像挑错时间了，因为现在是满热中午，蛮热的。你看我已经开始流汗了，还没洗就开始流了。那我们话不多说啊，就开始来洗车吧。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这怎么使用，还没用过哎。对，我们第一次使用吼。对，70块30分钟。哦。我觉得我们新手可以用这个吧。对啊。好啦，我来投钱。有姐姐帮忙，我跟你讲，姐姐有经验的。嗯。她这样很厉害，你看她车子已经洗这样了，完全没湿哎。哇、哦，干净溜溜。手抬高。会不会很强？不会。哇。上面也太脏了。我们的车呢，真的非常的脏哈，因为已经从过年前到现在都没洗了。这个时候要来特写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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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了？帮我停止。噔噔噔噔。我要移过去一点。哦，好。怎么样？看大叔喷水是不是没意思？是很想快转，女生喷水就可以是不是？我太了解了，是我也会看女生洗车。是哦。啊，没有，是我的话，我绝对会看我老婆洗车。来不及了。现在我们要来喷泡沫。泡沫好疗愈哦，下雪了。下雪了。哇，就是这个角度啊，老婆，女生都是这样洗车的啦。对对对，你要这样，对，往前，再往前。往哪里？往前擦，往前擦的。好。亲自帮自己的车洗，感觉如何？还蛮好玩的、啊。很好玩哦，真的、哦。可是我觉得有体验到就好了。是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手很酸。我们刚刚洗了半天，发现说它那个三十分钟不能暂停。对，所以还有点酸。我在那边慢慢洗。然后我们现在剩最后的九分钟。这边如果没有洗得很干净，不要怪我，是因为时间不够。什么东西？我发现我洗完到现在，我的脚都没有湿耶，厉害。没有湿代表不够认真。对，这代表有技巧、有技术。就是。剩两分钟了，各位。我要先喷哪里？空气喷枪蓝色。好，可以了。他不是要喷缝缝？不是啊，你要喷你检查过的啊。你检查左边，然后你喷右边。没有啦。哦，时间到了啦。老婆，你就知道我们两个感情多好了吧？我们在抢步哎。这样感情交给你了。有没有洗干净？自己亲自洗车的感觉如何？我觉得干净很多啊！你看我们玩完回来多脏。对啊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外表呢大概洗了70%干净。不止吧？我觉得蛮干净的、啊，除了一些小刮伤以外。对，其实我们在外面洗一洗也花了90块，快100块。差不多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说那个半小时是要一直持续的去操作。对，但是你有经验的话，大概60块就够，因为像姐姐花60块而已。哦，对，她很快，真厉害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是先休息一下啦，因为流汗了，我们先在里面吹冷气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呢，不是只有洗外表哎，我们里面也要洗耶，各位。对，我们现在里面还蛮脏的。那其实跟各位讲，我们这台车呢，真的是优点大过于缺点呢、啊。像我们这台车呢，主要就是空间大。哦，对，像我们后面放了2台气座，中间还可以再坐人。对，然后像我们从宜兰开回台南嘛，因为还要在休息站休息，我们车程总共开了6个小时。
啊，我朋友他们是开9个小时，然后因为他们的车呢没有我们这台车那么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没有Honda Sensi，因为我们有Honda Sensi，所以我们其实开高速公路呢比较轻松一点。而且就是我觉得定速的话，就是你开长途，你的脚比较不会那么酸。对，然后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 CRV 的车主都不知道有一个小功能，在那个 P 档下面有一个按钮，叫 Brake Hold。它这个按钮呢，就是按下去的话，就是你只要停红绿灯，你不用再踩刹车了。我知道，还有上下坡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是看车的时候，那其实人有介绍过。这个功能分享给大家，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。然后啊，我觉得还有一个蛮不错的话，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环境360，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帮助，因为我一开始开车其实会有点卡卡的，然后我觉得那个环境至少可以让我们看，就是我们360度旁边有没有车啊，还是人啊，还是柱子，就帮助很大。嗯，这很重要，因为其实像我现在停车都蛮依赖这个环境系统的，比你看后照镜来的方便，因为它就是可以让你知道说你停的格子好不好，所以我觉得环境让我呢非常的有安心感。然后啊，我们那时候把车牵回去保养的时候，其实就看到蛮多人在赏车的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有参观了，就是 CRV 的6代，那时候我们是买5.5嘛，现在这一台。然后我们当初就有知道说，6代好像快要出来了，但是那时候就想说，刚好5.5代又符合我们的需求，然后我们就是很想要赶快有车子可以带小孩，所以就先买了5.5代。对，其实像我们去赏车的时候啊，我们没有一起参观。对，我看了6代，老婆，它的音响是什么 ？BOSS 的。啊，如果我知道6代的音响是 BOSS 的话，我早就买了。你要等6代吗？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还蛮不错的是它的那个安全气囊。对，就是有达到10颗，安全这个对我们来说，我觉得蛮重要的。6代这一款啊，它有一个 Honda Connect， 就是它可以远端操控。比如说你还没有上车之前呢，你就可以先把冷气开好，这个超贴心，尤其在我们南部，那南部超级热，尤其是夏天啊。如果带小朋友去那里玩的话，你冷气先开起来，他上车就会说，哇，好凉哦。不然每次他们上车都好热哦，赶快开冷气。对，所以其实6代还不错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呢，就是他们最近有推出一个老司机推坑计划活动，只要邀请你的好友去试乘，他就可以送 Line Point 50点。对，它数量有限哦。然后他还可以抽日本冲绳来回机票。没错。对啊，你看你赏车还可以抽奖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去 Honda 欣赏6代的 CRV， 免钱看车呢，还有东西可以拿，是不是很赞？对，好啦，老婆，我们休息够了吧？我们是不是要来面对现实的？我们来吸一下里面的东西。你看都灰尘哎，面对一下现实啊！交给你啦。哇，那个荧幕整个变干净了耶！其实里面比较好听哎，各位。还是因为有冷气的关系，有冷气可以吹。然后你看，我们吸干净了，后座也吸干净了。当当当当，洗干净了。其实也没有洗干净啊，就是吸一吸而已。吸干净，简单用用。我跟大家讲，我们这样自己洗花不到100块，然后跟老婆还可以增进感情。你一直夸她说哦身材好，她就哪有？你刚刚在那边你说什么妈妈的身材？有吗？这是妈妈的身材。我夸你10句，你只记一句亏的话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好的，各位，我们车子呢也洗干净了，各位有看到吧？我们洗干净跑在路上的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棒？对啊，好干净，好白。其实我说真的，我们车子正式开满1年的了。然后我们开的里程数呢，非常的可爱，叫做8787。这个里程数刚好，刚刚好。对，大家也知道嘛，这台车子我们真的蛮喜欢的，开1年下来真的蛮喜欢的。真的。它其实真的蛮方便的。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呢，都可以去试乘一下，毕竟现在有活动嘛。而且6代呢，又是你喜欢的喇叭 BOSS。对，安全气囊也有10颗。对，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。还可以远端开冷气，怎么办？都很符合我们。其实我们自己觉得 CRV 真的不错啦，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试乘去体验一下，这样。好啦，以上呢就是我们开这台 Honda CRV 帮他洗车啊，然后还有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
自己洗过才知道。哦，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车子，以后就交给你。好，没问题，毕竟她是我的第二老婆，是不是老婆？对，